我发现哈，这个孩子们是一天天长大了，但是妈妈们却是一天一天的年轻漂亮起来了。一点不错，人们都说呀，每一个年轻漂亮的妈妈背后，一定站着一个沧桑的父亲。您太太是不是特别年轻漂亮？您是夸我吧？但是我知道，我太太这时候一定在家扶着门框等我早点回去呢。哎，就像一首朝鲜歌曲唱的那样，阿里郎这首歌表现的就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啊。对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舞蹈阿里郎。Let's enjoy the current dance, 阿里郎。
阿里郎。